文静，你在家吗？你在家敲门你不开门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你干什么呢？给你买零食，你吃不吃？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一看你魂儿就不在家，飞去哪儿了？你问他了没有？你怎么那么八卦？肯定没问，他也没说，对吧？行吧，我帮你问。哎，我自己问。嗯，问吧。等我想好了，我再问。不要逃避问题。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真的受不了你了，想问什么就问啊，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？你想啊，你等了他一年，好不容易见面了，怎么就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呢？哎呀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嗯。你在家等我，我自己去。嗯。我去车上等你。不用啊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找我呀？嗯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问吧。一年前你怎么？我忘了。忘了？你怎么能忘了呢？你也说了，一年前的事儿嘛。谁还记得呀？是全部都忘了吗？你记性还挺好的嘛。任天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听不懂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跑过来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这样，之前我走得匆忙，忘记给你打招呼了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不行。道歉也不行。你这是道歉吗？你这是敷衍。我是按分钟收费的，站在这儿听你说了这么久，已经不算敷衍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？我没给过你任何承诺，一个吻而已，
你想太多了。你都是这么随便的吗？可能你不够了解我吧。不是不够，是一点都不了解。心跳声是我的伴奏，哪怕我已经被看透，哪怕我双手在颤抖，暗流涌动，这真相被隐藏在漆黑如深。我们两个算是说清楚了吧？你是否愿意同行，穿越过沼泽丛林，再怎么深，我有着前行的灯，不管这探索多昏黄，会有个崭新的世界，黑暗不肆虐。我们就是那种见了面连招呼都不用打的关系。你要是也是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好。再相信谁的心，那些孤独的夜晚，那些疯狂的时刻，看得清却摸不到。不会太狠了吗？在追寻的出口。今天晚上的行程给我取消吧。其实他一句话你的心就动了，在庭审的时候你已经罢了，现在开始猜你老板了。你在伤害他的时候你更难过了。今天话很多呀。我是不希望看到你难过。不跟大流追，要做与人群背道而驰的战士，担子就让我来背，我为的是做我该做的事。炙热的心不会被复制，对所有的不公都发出了警告，不信的话是个准备领教。看不清该相信谁的心，那些孤独的夜晚，那些疯狂的时刻。回来了，见到他了吗？看得清聊怎么样？他说什么了吗？文静，你别不说话呀。文静，在这安心的世界等着你出现。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？我没给过你任何承诺，一个吻而已。你都是这么随便的吗？可能你不够了解我吧。不是不够，是一点都不了解。那些孤独的夜晚，那些疯狂的时刻。对啊，我们就是那种见了面连招呼都不用打的关系。你要是也是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